就是这段六名二煞到澎湖湾，却当街把当地人洪姓男子拖下来打到重伤。尽管二煞们27号就被赶出澎湖，但网路议论，而网红四叉猫揪出这个画面。踩上引擎盖的红衣男子脚上穿的鞋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年二月在球场上穿的这双同一款 Sky 与 Nike 联名，目前市价超过50000的鞋，网友很酸，这鞋穿在他身上像是仿冒品，但也更想知道他怎么这么有钱。这家位在桃园龟山的资产管理公司就是其中一名达人嫌犯开设，只见巡逻车经过加强巡查，尽管上面写的资产管理公司实际就是放高利贷，扯出风波，公司大门紧闭，没有营业。不想回答吗？太好看一点。加上同行女子27号到台湾，这言行丝毫不觉得有做错事，态度引发网友挞伐。被起底后，脸书和 IG 紧急关闭，而被打到重伤的洪姓男子还在澎湖，家属难过，不愿再多谈。但看到二煞拖行打人的画面，引发大众怒火，事件还在网络上持续燃烧。三立新闻张杰、翁婉瑜、李佩乾，桃园、澎湖。